齐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现在我在香港的第五天，天气很好，这里是我爸爸长大的村，是很有意思的村，你看这里是村里，这儿的地方是常常很多人在聊天吃饭或者做饭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篮球场，以前没有的，现在有。你看，这里很多绿色的草树，以前都没有的。你看这里的地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很舒服。可是我现在不住在这儿，因为我们的房子有一点小，所以我们现在住在饭店里。好，现在说到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